放游记。妈妈，我害怕。别怕，趴小浪只是梦游了。梦游？那我来叫醒他。千万别喊，这样会吓到他的。看我的，只要碰到障碍物，他就能自己醒过来。各位好汉，今天我哈大侠就给大家露一手。太厉害了，姑姑在梦里当大侠呢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睡梦罗汉拳？哼，我就不信他还能走钢丝。敢小看我哈大侠，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的真本事。啊，你上辈子是耍杂技的吧？献丑了。前面没路了，哥哥撞到墙上就会醒过来吧。啊，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，再走下去就要上天了。哥哥快下来，这里有你最喜欢吃的烧饼。烧饼，本大侠来也。这么喜欢吃，醒过来想吃多少都可以。妈妈，烧饼都被吃光了，姑姑怎么还不醒？哼，是你逼我出绝招的。既然叫不醒，干脆让他在梦里跳个够。我们回去睡吧。老婆高明。